他下来就到了最底下。没有想过吗？你没卡过，没卡过啊！你说你摆开的话，那个信号它识别不了那个海拔的信号，它断了下面的人嘛。那实际上你嘛，恢复以后它比较原则，就没卡过。还打不打？刚刚我们也是卡在最下面，不是卡在中间。你不卡的话，那就回去了。哎，那肯定不能回。没，肯定要上，再要回原位的。下班，打包。刚刚试了一下是没有卡的。对，看看这个地方。啊，看看这里。你们粘的紧不紧？嗯。都好了。那个。